当个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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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看看怎么设计。九九八十一千众，七八五十六千个，不是学习不好吗？现在是我们的听众点歌节目时间啊！我们收到了一封热心观众来信。哦，亲爱的主持人您好，我是一个老北京，喜爱我们的传统曲艺。好啊，我的儿子也是一个相声演员。谁呀？他叫于谦。我爸在这次节目当中，我点播民间小曲《十八摸》。这段小曲我是给邻居孙大妈点播的，请在播出的时候啊，躲着点我老伴儿。那管什么用啊？本台很无语，作为老北京一位老年人，尤其是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的父亲啊，这样做我们觉得很无趣。别理他了。我们的电台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，我们要弘扬正能量。正能量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请听一段小曲《温暖的手》。搬那一年三那去，睡呀睡不着呀，摸头摸脚解心宽，吃的冷冻香冻香，一呀伸手摸呀摸只在姐姐的头发边呐、姐姐的头发头发又甜，吃的冷冻香冻香。第二摸我行吗？这就是十八摸的。看来是暖手呢，看来是你那小曲都暖手。接下来是听众来信节目时间，念来信。主持人您好，我是个老北京。这是。我喜欢传统曲艺啊，我的儿子也是一个相声演员啊，他的名字叫于谦。别提我了，行吗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点播一段传统的小调，这是姐夫戏小姨。他没什么新鲜的了。这段是给我的小姨子点播的。哎呀，怎么还说呢？播出时请躲避我的老伴儿以及我的小姨子的老伴儿。哎，嚯！地方人还真不少，我们对此非常的无语。就别理他们就完了，那么大的年纪这个样子，我们希望一些个著名演员在台上宣传忠孝节义，回家之后也要适当的提一提正能量。这要是给谁听？现在是广告节目时间。嗯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不爱吃点炸酱面吗？这什么广告啊？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说不要黄酱吗？黄酱的广告。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不要点黄豆吗？黄豆的广告。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不要点黄瓜吗？黄瓜的广告。吃炸酱面的时候，难道不看点黄盘吗？没听说。谁吃面的时候看毛片啊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钢筋水泥禁锢住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。老话说得好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很多人对自己的亲情十分的薄，我们觉得不利于社会的进步。这希望大家伸出关爱的心，伸出自己温暖的手，和自己的亲人做一个心贴心的接物。那么接下来请您欣赏我们的古诗词吟诵在山坡上。啊，太阳出来找山坡，姐夫小姨子把话说，我的小姨子，哎，我的姐夫耶，我只许你看我不叫你摸什么呀，你我别不摸呀，越摸越快活。山坡天黑了，姐夫小姨子把话说，还没说完。我的姐夫耶，我的小姨子，我只许你看，我不叫你摸，不摸白不摸呀，越摸越快活。啊，星星出来，别说。
哦，合着我爸爸点你们不播，你们自个儿想听随便播是吧？你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我们电台活动，哎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妇科热线节目时间，这也有。我们请了著名的妇科主任赵主任专门接热线电话。好，我们请接一下电话。喂，您好。欢迎您打来电话，请讲，请讲。喂，是我吗？哎，是您，是您，您好，我是个老北京啊。我喜欢传统曲艺。哎呦，我儿子是说相声，叫于谦。别提我了，您是赵主任是吧？怎么着吧？哎，我最近尿不出尿来。嘿、哎，他们说是前列腺，对不起，妇科热线。挂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是我们的广告节目时间，没正经的了。王姐，我意外怀孕了，怎么办？嗨，意外怀孕不要紧，请到大铁棍子医院找佟主任。三分钟安全手术，耽误工作吗？不的，今天做手术，明天就上班。请记住，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。听着都那么痛快。现在是节目预告节目时间了啊！怎么预告？本台近期将要播出一个《激情总在后半夜》，没有什么品位，具体的内容你懂得哟。还勾搭人呢，我们也想听一下热心观众们的建议。哦，是我吗？哎，又来了，怎么老有他呀？这个、我是一个老北京啊，我姓于、哎、啊啊，我儿子说相声于谦。行了行了行啊，您好于大爷啊，什么事情？是激情总在后半夜开始了吗？哎呀，等不了了，这大爷得等后半夜、嗯，现在是上午七点啊。哎，对。先回家睡一觉去吧。嗯，那是，这是后台的正人君子，没错，跟女孩说话都脸红，真是，儿子都不是他的。对，谁说的？这能不是吗？但是这是人生中第一场艳遇啊、哦，这叫艳遇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是想了半天，罢了。怎么？人不三俗枉少年，这哪有这么句话呀？找一个酒店开房哦，真要开房，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哦。你先等会儿。快捷酒店怎么还五星级呀、啊？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。哎，太缺德了这名字！冲进大堂，把身份证扔在柜台上，开房。干嘛那么横啊？我要跟女粉丝睡觉。哎，就这，这快，要最好的房。这别嚷，多少钱？是多少钱？48。哎呀呵。也没去什么好地方，掏出50块钱扔柜台上啊，找钱。行了，要脸不要脸的，还拿着找了这钱，揣好了、拿钥匙，拿脸盆，拖鞋，暖壶，走。好家伙，这都自己带着的。地下三层，好嘛，住地印子里头了。下来了，去黑呀、啊、没灯，有一个灯泡、大小跟酸枣似的。好嘛，找来找去找到自个儿这间房了，放下盆，放下拖鞋，放下暖壶，拿钥匙攥着锁头捅着眼儿，还这锁呢，开开了，扑啦啦啦啦啦，这是蝙蝠。嚯，我进了鬼屋了。这是拿盆暖壶拖鞋进来啊，推门关好了，坐在这儿掏手机、哎呀，看看纸条给他发。哎，我是于谦，我很想你、哦、请马上到五星级快捷酒店地下三层，门口有蝙蝠这屋找我。太好，找不着了，一摁发出去，群发啊，这错误也犯。我的天哪、啊、我都干了些什么？是啊，我这会发到谁那儿去？没谱，谁会给我回信呢？啊，我哎回来了。谁呀、啊、对门邻居一个大姐。说什么？老公在家，明天行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又回来了。这个家里的保姆谁？死鬼才想起我来。这不挨着又回来了。这个你表嫂，他说这就到。嚯，急性子。又回来了。这是说相声的侯震。他说什么？师哥，我喜欢你好多年了。哎，去
字你要理解。您说什么来了？你要学习呀。哦，人要加强学习，是才能够更加向上。您说这话倒是对，一定要向上，知道吗？才能够不断的前进。这是向下啊，上下都不分的。是啊，现拐。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去服务啊！我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人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嗯，才对呢。啊，您说这话倒也是没错。当然了，啊，早先咱也没有这觉悟啊，也是学的。这得学习呀，知道吗？哦，学，你不学习，你哪能会这个去？就是学习，门口住一学者，哦，本身也是某单位领导，嚯，人家觉悟很高啊，跟人学去吧。那你问问人家。当然了，白天人家上班啊，咱得见缝插针。哦，有功夫去问去。对，晚上堵着门口一瞧，他推自行车出来，赶紧围上去，不耻下问，向您请教。嗯，从理论上您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哦，人家给咱讲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明白了，听完心里豁然开朗啊！哎，一问问仨小时，嚯，反正人家不烦，就跟你说啊。当然最后人看看表，太晚了，对，改天再说吧，得休息，时间可不早了。嗯，我得上歌厅啊，接我媳妇下班。没有这么骂人的啊，咱们。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哪儿啊？您这什么领导啊？这是接家属去吗？什么家属啊？歌厅上班啊？咱心里琢磨，哎呀，人家说的对呀，跟人学啊，跟人学习啊。您媳妇在哪儿工作？讨厌，不是什么都学是吧？讨厌，是吧？啊，咱这个文化呀，在这儿说的。您中午吃的烧饼是吗？讨厌啊！您这烙烧饼呢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这个学问呢啊，上这么些年学，大学里待这么些年是吧、哦？您还大学毕业？哎哎，咱别老用这一惊一乍的行吗？大学生，大学生啊，大学生，大学生，哎，嗯，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你管呢？你不怀好意。你不怀好意，这有什么不怀好意的呀？你心歹毒，怎么亏心呢你？我问问您，你是好人吗？你凭什么问我？我干嘛就得告诉你？我跟你过这个吗？你死不死你？我招你惹你了？讲理对吗？你问着吗？我跟你过这个是吗？不是，我这不是关心您吗？您这啊，好赖不懂。我问您哪学校毕业，不是关心您吗？闲聊天是啊，是吧？您是哪学校毕业？我啊，清华的，清华池的。澡堂子出来的，人家脸长得啊，倒霉的恶心，你看脸。您先别说我啊，你说那是虎坊桥那儿，您不是那儿，我们是湖广会馆对过，一样，都是一地方那个。哪儿啊？都是一地方。哪儿啊？清华池啊。呸。青花池后头，池子后头，烧锅炉，这热水吗？那个锅炉后头啊，刀脏土，你带着刀了吗？借我，我借您干嘛呀？囊死你我！您想杀人都不带凶器，您好得了好不了？这简单。甭比划了，甭比划了，过来。谁比我打小上学？咱们清华大学上这么些年学，哎，怎么这么大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校长熬死好几个，你知道吗？等会儿吧，等会儿。啊，您先等会儿。您上学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清华大学？啊，不是清华吗？啊，对，清华，清华吗？清华，你管着吗？你问这个呀？讨厌我！哎，您记住了啊啊！清华大学啊，以后这么蒙人去啊！清华，嘿，清楚了，对吗？嗨，先问呐！对了，哎，对，清华大学，哎，清华，哎，清华大学，咱是那儿的大学生，那儿毕业的。嘿，哦，琴棋书画，上课奔走抚具是吧？还奔走抚具，都小，
学嘛，大学什么课都有。上什么课呀、啊？什么都有，画画，画画，书画。哎，怎么烫头啊？您说这是？你讨厌你个这人，你怎么说？他不没有文化，写字懂吗？不书法吗？毛笔字，毛笔字见过吗？墙上写。墙上不让，现在不让。嗨，什么时候也不让？纸上啊，纸上吗？写吗？是吧？嗨，纸上吗？哎呀，这哪儿找这么大纸去？纸上写字吗？写毛笔字吗？啊，也练书法就行。废话，废话，也练，就专业干这个的，专业书法。这练完，练完，写完，卖去，卖去，外边卖去，还卖。多新鲜呢，还挣钱呢，呵呵。学校的房钱哪儿来的？写字卖钱卖完了，支援我们学校教育。您就说交房钱就完了吗？对啊，写字写完了卖。哦，还卖去？卖卖卖。您在哪个画廊那儿卖啊？啊？哪个画廊那儿卖啊？哪个画廊卖？买，买。我这是打听您工作的事儿，私生活我们不了解。自己教我，送到外头去啊！您就找别人学，请了我的师傅。哦，找遍天下武林高手，谁能教？嗯，找吧。最后，嗯，找着我的老恩师啊。这说话就说话，甭弄那么大身上了。老恩师家住在北京城啊，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，这个地名叫胡岭。胡岭，哎，我的老恩师，对对对，行了行了、嗯，您说这地方我可熟啊，啊，知道哈。胡岭好像没出过什么大的武术家，那地方净出卖粽子。哎，一到夏天就有吆喝的推车啊，哎，金豆丢，瓷石丢，哎，卖这粽子。出这个，我带着蚊帐，我就扔你脸上。您在烫着我，多讨厌你说话啊！小市民，不是您这地方没有武术家、啊，就这副嘴脸看见了吗？啊，欺负人呢！整个胡岭都卖粽子的，全是多。我的老恩师是一个世外的高人，嚯，和尚。哦，还是僧人，老和尚，出家人。哪，你见过和尚卖粽子？讨厌的，没有。我父亲领着我们哥俩来，一进门，嗯、老师跟院子里站着，正捋叶子呢。这个捋那铁叶子，捋那苇叶子。我这就要见着和尚卖粽子了。你带着刀了吗？甭带。挺能的吃饭，当然要感谢谦哥。就客气，这么多年来。风里来雨里去的陪着一块儿，应该的，真的说良心话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瞧瞧，人生难得一知己。嗨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发自肺腑、啊、别发自肺腑了，热热乎乎的，对对对对、啊、人生难得一知己，老话了吗、啊、哪儿老话啊，叫什么一知己，一知己，对，一知己，咱俩算是知己、嗯、那错不了，何止是知己啊，啊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对了，老北京话形容我们俩这个关系啊，马小啊，马小，咱俩麻辣小龙虾是吗？就是一块长起来的，没听说过，那叫发小，发小。对了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对，谁呀、啊、我是个法国人、去，是啊，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我们上学都带饭，嗯，拿饭盒带饭。对，人家上学带着他妈来，带我妈干嘛？吃奶。我都上学了还吃奶？说句良心话啊，吃奶的咱们也见过是吧？嗯，谁没吃过奶啊？那是啊，吃到一岁就断奶了，就很正常。一岁半两岁的也有啊，人家他妈也是真宠的，实话实说。哦，老太太，我不管别人，是我得给我儿子吃奶吃足崩了啊，知道吗？我疼儿子。母乳啊，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啊是最好。您让各位瞧瞧，这有这么一上一下这么长着的吗？啊，再母乳也不能这样吧？啊，翻过来呀、啊，一前一后，你到底长哪儿？哎，
啊，咱就光说不用比划了，这个、哎、够意思吧？啊，什么够意思？嘿，给孩子喂奶，喂呗，一定让孩子吃奶，吃奶，两排呀！你拿我当猪崽儿了是怎么着？反正是吃奶，吃奶就完了呗。铃儿十二点一打铃啊，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，吃饭，吃饭。嗯，他母亲从最后一排往前走。哦。哦。哎呦，多豪爽这么一人呢！全脱了啊，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。吃饭，好家伙，他这才吃饭啊。班长尝尝吗？什么呀，王老师来点稀的吗？行了别让了，校长别嚷了，我至于那么客气吗？我刚我们全校师生啊都是吃他母亲奶长大。哎好哦，治百病，还能治病。不说您各位了啊，于谦儿，拿我说，演出结束回家了。哦，家里房都塌了啊，就剩一个门跟这儿支着。哦，掏出钥匙打开这门，这还开什么门呢？这确实塌了啊。你看啊，全家二十来口啊，万幸啊，没事儿，都砸死了，这是万幸吗？这从小的时候有很好的目标，有理想吗？我要成为一个运动员。呵，这可好，为国增光。好，我喜欢站在领奖台上。哦，国歌奏起，嗯，国旗缓缓上升的时候，嗯，我的心会无比激动啊，多幸福。我决定做一个游泳的运动员。哦，水上运动，自学成才。嗯，每天刻苦训练。好，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，嗯，受到了园林部门的阻挠。园林部门管这事儿干嘛呀？我在门口草地上练。干跑啊你，先练着呗。是吧，什么呀，他能练出来吗？他们不让，活该啊。练别的，换一换，练铅球。嚯，叮，嗯，你喜欢这种刺激。教练说了啊，人出去不算，球留那儿了，那是不算，活该啊。死不死啊，又不练了。跳水，好好好，嘿嘿，站在跳板上，嗯，扔，哎，多刺激，又刺激。喜欢这个，嗯，但是我又怕淹死。您学呀，弄根绳子啊，那头拴跳板上，嗯，这头拴脖子上啊，扔。哦，我在空中飞舞。好，绳子短了，短了。后来大夫把我救过来，问我啊，为什么这么缺心眼儿？您跟他怎么说的？我说我练肺活量。您蒙人这管什么用啊？您看不出来这事儿，活该啊，又活该，死不死？谁死不死？口头语说的。你掏出钥匙来，你拧那门。真是。出现出个主意，干嘛呀？带我去找我的父母。哦，我答应了他。好，两个人来到北京站，坐火车，没有票了。哟，我的女朋友走到警察面前问：“嗯，你知道哪儿有票贩子吗？”咱就甭使那眼神了啊，直接说就行了。知道哪儿有票贩子吗？警察很和蔼的，嗯，我还找呢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。我们登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哦，往南边去了。在女朋友的带领下，嗯，终于来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。你跟着他走能认识吗？他领着我走向了森林的深处。哇，我实在太累了啊，躺下睡着了，睡了。不知道过了什么时候啊，他用力地推醒我。哦，起来，起来。推的是你吗？干嘛呀？